大部分三等都满。磕九万，我买一买完就破产。还没升完，有些东西好像捡不到，很难捡。你要到40等才能解脱。有些东西不能买，它只能换，而且有个上要到4等才可以换，不然就会去实验室拿。可是实验室你就要飞龙在天了。OK， 我剩50万，瞬间花了250万。你的积水积的呢？两等。要囤那个吗？过滤器。啊？好像没有。要开始囤了。要耶格三等呢，发电机还要三等。靠北，通风要三等。没钱啦，这个这么贵。这个 AK 这个镜是怎么改的 ？Boston。你看的是盖子，你要看那个，看那个瞄具的那个底座。底座不是就是个 AK 防尘盖吗？没有，防尘盖上面那个